提拔你当家上海一把带，欢迎准点修官审理为一党方言生活妇女栏目，有长江100%纯芝麻油，配合播出个提拔当家。大家好，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提拔相应动人情，更多精彩就在今天的提拔当家。扎西的官员，今天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预防呼吸道疾病，卫生习惯要影响，整天走浪不好，表情姿势调整好，低血糖要乱用斑，防止油放不用翻。而且这个天气立冬过后，天气就转凉了啊，又进入了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主要是哪一种病毒或者是病菌在作怪呢？又应该怎样面对呢？在淄博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门诊室，医生告诉记者，前一段时间因为感冒而来就诊的市民数量曾经有所增加，致病原因也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八九月份包括到现在，救援体感来的还是占主要的一个比例，啊，一般是中高热的发烧、咳嗽啊，嗓子疼得特别厉害啊，包括有轻度胸闷。一般我们的支原体这个感染的话，都它是一个自限性疾病，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的话，都两到三周啊，它自己也能好。但是呢，对这种临床症比较重啊，比如说已经引起支原的肺炎了，那我们还是主张要进行积极的药物治疗。医生们说，今年支原体感染的人群以成年人、老年人相对更多一些，其中有基础病、慢性病的市民要提高警惕，一旦出现明显症状，应积极到医院就诊。而平时身体较为健康、偶尔感冒的市民，可以视自身状况选择诊疗途径。出现这种发烧啊，出现咳嗽、咳痰这种症状、胸闷症状，如果三两天不缓解的话，这种患者我们建议还是到门诊进行查个做个血型的检查啊，做个影像学的检查啊，胸片或者 CT 来看有没有累积到肺里。对于一般的轻症的这种肺炎的话，我们一般是主张在这个居家治疗就可以啊，每天大夫针对支原体肺炎啊给开些药物。近日，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文提醒广大市民，立冬之后要早睡晚起，保暖防寒，补充营养，平衡膳食，还要适量运动，增强体质。此外，在全社会培养形成新的社交好习惯，也是预防呼吸道疾病的重要方式。我们讲咳嗽礼仪，那就是说你这个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呀、手帕呀啊捂一捂，罩住你的口鼻啊，实在不行要是用你袖口遮一下也可以。再一个，人与人之间谈话的时候、讲话的时候，还有建议我们叫一米的安全距离嘛啊，要最好保持一米以上啊，这样对两个人都是一个互相保护，也是个互相的尊重。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增强饮食，从点滴做起啊，注意通风问题，保持卫生习惯啊，尽量不要去各个人多聚集的地方，保持社交距离。那病毒举止明白，同时啊，屋里有老人家看心啊，这个啊，最好就接触一下疫苗啊。如果不舒服了，记得及时求医，这是最关键的。地保当家栏目由长康100%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思想办法动，亲爱的不动，好家好玩好广告都在提拔当家。广告只有分一个了。最近呢，考研金融海马的周边各大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好多网友对此表示怀疑啊，认为啊个相当于亲自秀的，或者说亲自发照。为什么海马的周边会多亲自的？哪些地方要求证件个周边亲自秀的呢？而拍摄证件照，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方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最近几年，海马体、天真蓝在社交圈非常火。他们是连锁摄影机构经过专业修图和摄影技术处理的一种证件照风格，在社交媒体上广受欢迎。然而，这样的照片并不完全符合官方对证件照的标准要求。除了辽宁抚顺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确认系统，中国传媒大学也特别强调了不得过分美化准考证照片。目前广西的高校和考研系统还没有针对该情况发布说明。
记者查询摄影机构的官方小程序，了解到这些精修证件照的拍摄起步价在100多元，对比普通相馆20到30元的证件照来说，包含了全套妆造、精修服务。对此，不少人认为价钱合理，尊重了个人对美的选择。也有人认为，在考研、考公、单位应聘等重大时刻，不应该制造容貌焦虑。它还是挺好看的，符合大众的那种审美。也最好还是真实的自己吧，迟早会大家都会知道你真实的一面了。昨天，海马体照相馆及时在社交平台回应，表示全国123家门店都可以为照片上传考研系统不成功的考生提供免费补拍快照或主动退款服务。今天记者联系了南宁市的海马体门店，对方婉拒了采访，但确认了这项活动的真实性。是那种已经拍过了，如果说也是那个照片正常使用不了，这种呢我们是可以安排免费补拍的。那到底该如何拥有一张既好看又符合要求的证件照呢？从业14年的资深证件照摄影师王基兴表示，官方要求的证件照核心是真实。我们五官肯定是不能够修饰的啊，然后还有这个脸型也不能去修瘦，对，否则的话到时候再做一些人脸的采集，或者说再到比如说面试的阶段是吧，那大家看到你的那个照片和本人是相差太远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个落差。不过要想拍出好看的证件照也是有一些小窍门的，借助摄影棚专业的灯光设备，这些小贴士请收好。有张椅子，但是我们尽量只坐一半，两边的肩膀要平。很多女同志希望让自己的脸型更好看更瘦，可以把下巴往前伸一点点，再把它低下来，这样子呢就会把一些脸颊的肉就往前拉伸，所以我们的头发要这样子轻轻的对夹到后面，对，然后刘海有一些碎发也是一定的吧，它往旁边收。好多证件照啊，这个要求就需要真实。海马体的照片虽然拍出来好看，但是就不符合要求的肯定用不上啊。我们拍各个标准的证件照，要注意姿势啊，表情也要自然，光线适应，也要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拍出自己喜欢或者符合规定的证件照。来江西吃手撕酱鸭，黄少煌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十个吃货7个回头。黄少煌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更放心。绿泰双低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大米，只选用新鲜的大米，天赐美食，粒粒新鲜。长康绿泰大米，新鲜的大米。三方马拉松，全山没有动，更多精彩我们接着分享。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第八动感，我是阿志。同样不想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指标啊，我有这个高血糖，就必然没有低血糖。而且呢，严重的低血糖也会危害生命安全。所以啊，对于低血糖，我们也不能不清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上来玩一玩，浪用防止低血糖。和高血糖不一样，低血糖并不是一个疾病，而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血糖过低，从而出现相应表现的临床综合症，可分为在糖尿病患者中和非糖尿病患者中发生的低血糖。那么低血糖时还可能发生心率加快、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虽然说低血糖不是一个病症，但是严重的低血糖会危害生命安全，所以说对于低血糖我们不得不警惕。首先我们要避免或者是警惕日常生活中容易诱发低血糖的因素，比如说饮食的不规律，没有按时的进餐，或者是进食量减少，还有呕吐、腹泻、空腹的饮酒，或者是大量的饮酒。
还有空腹运动或者是运动量增加也会导致低血糖。另外就是一些糖尿病患者，如果使用了胰岛素或者是促胰岛素分泌剂，这些也可能导致低血糖的发生。正因为如此，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生活规律，合理饮食。饮食呢，需要规律的一日三餐，不要为了减肥长期的节食，同时呢，也要限制的饮酒，特别是糖尿病患者是不建议去饮酒的。那运动量方面，我们也要量力而行，避免超负荷的运动。外出运动时可以携带一些糖果或者饼干。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需要规范用药，定期监测血糖，在内分泌门诊随诊。防大于治，做到以上这些要求，低血糖发生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及时有效的采取措施，可以避免情况加重。对于药物相关的低血糖，应该及时的停用相关药物。如果这个低血糖患者意识清楚，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补充一些糖水、糖果、饼干、面包、馒头、含糖饮料等等。意识清醒状态基本可以自救，如果意识不清甚至昏迷，旁边的人一旦发现就要及时将患者送医。低血糖不能忽视，要时刻注意身体的心脏，如果有过低血糖的情况啊，或者本身就有高血糖的人群，都要建议随身携带一些糖果啊，挖不到就会救那个命，还可以救别人。好，我们来问一个话题，随着气温加高，有一种号称塑形时尚保暖的鲨鱼裤啊，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有些人穿着去上班，有些人穿着去运动，参加啥搞活动，还有一些事情呢，那就当旧物的升级版。那么各种沙捏物，真的是长时间的事吗？且对我们的健康是否有影响的？好，我们一起来玩吧。在购物平台上，鲨鱼裤是最近比较火爆的俏俏商品之一。商家宣传，鲨鱼裤有非常好的弹力，可以帮助穿着者收腹提臀，有着美体塑形的效果。而且根据气温变化，选择不同厚度，还有保暖的作用，适合于各种场合穿戴。但实际上，有一些用户在穿戴鲨鱼裤后，却反映有勒肚子、腹痛等不适状况，身体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鲨鱼裤这个腰部的设计，它有些时候非常的紧，长期这样穿着的话，对这个消化道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引起消化道的不适啊，或者消化不良等等情况。鲨鱼裤一般比较紧身啊，对我们的下肢血液循环也是不好的，有一些压迫的作用，甚至会导致局部的肿胀啊，甚至是加重静脉曲张。医生介绍，与传统紧身裤相比，鲨鱼裤更强调收腹、提臀等塑形效果，所以材质会更紧、更硬。长时间穿戴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以及一些脏器的健康，还会引起一些皮肤病的产生。鲨鱼裤通常是比较紧密的弹力的面料，所以它透气性不好，很容易在局部的汗液沉积，对这个皮肤就有刺激作用，那容易导致皮肤的一些发红啊、瘙痒啊，或有一些轻微的损伤，容易导致局部出现细菌啊、真菌的繁殖，导致一些毛囊炎啊、骨癣啊这些皮肤疾病。从医学角度来说，医生不建议大家长期穿着鲨鱼裤，特别是穿着后有明显的紧勒感或者皮肤耐受度不高的人群，更应避免穿着这类紧身衣裤。像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选择一些尺寸合适的啊，弹性相对较好的，不要太紧了。穿的时间当然不能太长，不能一整天都穿着。尤其是运动之后，我们要及时的更换舒适衣物。那对于鲨鱼裤要定期的清洁啊，避免细菌的滋生，这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跟传统的紧身裤来相比，沙捏裤这个材质呢会更紧、更硬，长时间穿戴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啊，以及一些长期的健康，还会引起一些皮肤病的产生。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少穿沙捏裤。如果一定要穿，选择一些尺寸比较合适、弹性也比较好的产品，对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到广西啊，我们一起来认得一位神奇的发家，且用精神的一根手机嘛，就是啊，握住画笔，
唾沫挥毫，发出了不一样的励志的人生画卷。这个叫张志辉的一指画家今年42岁，是灵川县公平乡岩山村人，至今习画已有22个年头。5岁时的一场意外导致左手截肢，右手也仅保住一根小指。在母亲的再三鼓励下，2002年张志辉选择了外出拜师学画。第一次张志辉找到我的时候，我发现他是残疾的，所以我就婉言地谢绝了他。后来他妈没办法就跪下来，他说就认得你这个师父。第三次我终于做了一只手指，他徒弟叫张志辉。由于只有一根手指抓笔，张志辉经常握不紧笔，所做的画缺乏力度，线条也很生硬。为此，张志辉便每天起早贪黑的练习，日复一日，从不停歇。后来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张志辉变得越来越自信，他的绘画水平也突飞猛进，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客预定他的画作，这让他看到了人生的希望。2013年，属于张志辉的幸福也悄然降临了。当时网名为“残缺的美”的他，在网上遇到了一位网名叫“隐形的翅膀”的他。这位女生叫蒙林焕，因儿时高烧导致下肢残疾，曾经一度自暴自弃，甚至有轻生的念头。但是她也说：“难道你不想一想，你还有自己的亲人，她都能坚强的过来了。”在张志辉的帮助下，蒙林焕找回了生活的信心。与此同时，两个残缺的生命在朝夕相处中也产生了情愫，在互补中构建起完美。2014年，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育有两个孩子的一家人，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过得甜蜜与和美。有时候我的脚都代替你走路，你的手都代替我的手，就这样子互相都伴扶了。2024年7月，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张志辉选择回到家乡，并主动加入乡里的农民画室，向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传授绘画技巧。我的理想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残疾人的事业做到，带动更多的人画画。张志辉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梦想有坚持，没有吸力可以阻挡我们拥抱美好，哪怕是生命残缺，也可以绽放绚烂的光芒。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接一段的是山东王鹅三国秋国家级次年报复剧，欣赏一下这个在冷天里候鸟迁徙带来的美景。快快，一起去见老朋友。这是鸭，非常非常典型的鸭子叫声。今年我们检测到绝育鹈鹕超过120只，这是我们保护区历史上，目前记录到的最大的这个一群绝育鹈鹕。现在鸟类迁徙已经到了高峰了，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观察到大量的雁鸭类、鹤类这些候鸟。保护区这么大面积的湿地，食物非常丰富充足。这里呢，不光是全球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还是全球第二大的黑嘴鸥繁殖地、白鹤越冬地。在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成功晋升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呢，也是鸟类度假村客流量最大的时候，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画卷也将再次上演。我们要个景色时代，自然赋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让我们懂得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修复国父画卷的人，让这份美好和谐永远延续。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冷啊，屋里有些是花花草草也不适合放在阳台上了。但是那放在房间里的又怕空气跟阳光不充足，那么哪一些是花适合放在冷天的一个室内？我们一起看一下，资深园艺师是浪推荐。冬季是大多数植物最不喜欢的季节，因为寒冷和干燥，想要安全过冬很不容易。而对于养花者而言，也希望自己种植的花卉能够平安过冬，
不过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那就是直接买几盆适合冬季种植的花卉放在室内，既美观又省心。这种叫蝴蝶兰，这一盆叫北美冬青，还有这一款叫掀起来。看老杨哥推荐的这三种花卉，首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颜值高，颜色喜庆，摆放在家里能添色不少。但是对于养花者来说，冬季花卉好不好养活才是关键。想跟大家要推荐这个冬天养这个蝴蝶兰比较合适的，因为这蝴蝶兰呢，那一个到冬天来了，他们也是到马上到过年的季节，喜庆哈。还有这种蝴蝶兰呢，那也是一种这个爱情的一种代表象征，就是比如人家那些送女朋友，或者是结婚那些啊，也都送蝴蝶兰，那是一直必须是比较好的。其实蝴蝶兰，那其他的主要是讲究点温度，保持那里的室温啊，要达到这个七八度以上了嘛。蝴蝶兰这很多朋友的误区，它就是经常浇水会把这个蝴蝶兰长势不好啊，根茎啊会腐臭，那么就会影响它的这个生长啊和它的观赏那个价值。所以说我们的蝴蝶兰呢，浇水啊，大家朋友先要控制住哈，浇一次水，间隔时间起码达到20天以上。这个漂亮的红果果大家不会陌生吧，这就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北美冬青，因为外形独特，颜色喜庆，而且非常好养活，所以毫无悬念的也上了老杨哥的推荐名单。冬青啊，这个植物寓意就是红红火火，事业红红火火，家庭红红火火，那这种氛围在里面。果的时候观赏期是很长，基本上有个对联，老百姓或者我们的市民啊，都喜欢买这植物。在这种植物呢，我们还是注意这个通风嘛，光照要强一点嘛。冬青这个东西呢，它是不怕冷的，室外也没有问题，阳台上都没关系。冬青好养活，但是相对来说价格也不便宜，大概就是200多块钱。它实际上这个价值，你比其他的花呢，同比来说价格也不是很高的，但是你的观赏期长。如果觉得北美冬青价格偏高，下面老杨哥推荐的这一款花可是性价比超高了。推荐这个第三款植物，这叫掀起来，它的价格也就是说20多块钱。这种花卉呢，它是也很喜庆，开的花有红花、黄花、粉花、紫花哈都有，而且它的花期很长呢。掀起来的花期呢，它就是从这个11月初可以开到1月底。一般这种花是放在我们的客厅的这个沙发转角啊，这灯光强一点的地方也可以，多浇水不怕，不能少浇水哈。还有这种花呢，就是看到它开过了，我们要给它拔掉，拔掉了下面有很多新花苞，看嘛，像这种，所以说很多老百姓都误区了，让不管这里面花开过了不动啊，不动啊就会坏了，会感染，会腐臭在里面，就会影响其他的花的。那么这些漂亮的花放在家里，对于室内空气会不会有影响呢？有很多这个花友啊，会担心这种植物放在家里面，会不会对身体啊，这些有不好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讲了，因为这种花种植物哈，对人体是很好的帮助的。它这个是专门是吸收家里面这些不好的这个空气啊，就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像这种植物是很好的，它一片多。作为资深园艺师，老杨哥给大家推荐的三种植物不仅外形漂亮，而且观赏期长，好养护，花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的，趁现在花卉还没到涨价期赶紧买回家吧。好，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蓝靛蓝这类一个植物，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还有屋里的环境来进行选择。有了这些绿植，一定会给那个房间里的增加一抹生机，让这蓝靛蓝变得不再单调。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安徽泗县去加一问非棍个皮县个陕西道，植物有美味，让人从头轮到脚。野生的黄鳝买回来之后，第一步就是清洗干净和煮黄鳝。它这个有火候掌握，它你煮老了，它的鳝鱼骨头你沾到它就碎了，你没办法捋。如果你煮嫩了，它捋不掉。这个必须掌握火候。
黄鳝煮熟后，用一根竹筷沿着黄鳝骨头一侧从头到尾取下鳝肉，黄鳝丝加工完成后，锅里加水，倒入黄鳝丝段，大火烧开之后，用小火熬制一个小时左右，再加入秘制调味料汁去腥增香。小茴香、大茴香，然后八哥呀、鸡呀、香叶呀、姜呢，加大料加给起是28种，放里面打成面，然后再给葱姜所有的这些料子在一起，油在一起熬。调味料汁加入烧开后，把事先打好的鸡蛋液慢慢淋入锅中，用勺子轻轻搅动，再加入适量的盐、鸡精、香醋、甜油等，最后倒入适量当地产的红薯淀粉液，边倒边搅动，等到鳝丝汤到了一定的浓度后，停止倒入淀粉液，这时鳝丝汤不稀不稠，喝起来正好。特别是冬天吃了，浑身冒汗，感觉特别舒服。在槟榔的冬天吃一碗这个鳝丝汤，还是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希望大家有机会跟广东联系，都会上的这一碗汤的鲜美，个人休闲带来个温暖给满足。好，接下来是都市点滴了，健康与快乐。今天这个节目准备好了，扎西有奖请问闪亮登场。舞蹈和切菜就是生活的脉搏，其幸福的力度让大家都感受到了无限的活力，传递了无尽的美好，所以一定要为你们点赞。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头晕、头痛、胸闷、心慌，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请及时清血。血液清，血管通，心脑才好。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要注意红血不清，血液粘稠，导致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等症，千万不可大意，一定要及时清血。清血八味片，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心脑好。清血八味片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荣获国家发明专利。清血八味片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心脑好。梦奇药业。要知道贵以专，专更对症，病之治重在源，治病必求于本。就像舒筋健腰丸的诞生，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陈李济中华老字号，始创于1600年，400余年专研中药，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成就了舒筋健腰丸的专药专治。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症，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古方正药，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济世出好药，传承400年。好了，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话再见了。我的是每一下5点半准点奉献，有状况100%纯芝麻油，特要播出个提拔当家。我下次明天的节目更精彩，老师敢锁定广西有道，开心快乐看地宝。明天再见，拜拜。迷你炸串，我们要用到的原料有